得了解戏剧知识。我跟你说实话，杜月姐姐就没有知识。你什么时候能不编好，别跟我讲，我讲有伤口。今天我带来了刘海砍樵，快去砍吧。有请宝贝亮相吧。我叫万子睿，今年九岁了，我唱的是越剧。我学花旦唱了四年了，我学唱歌唱了五年了，我觉得我唱歌特别棒。爸爸不去学越剧是因为他会走音，我唱越剧就不会走音。因为我爱漂亮，所以我喜欢给自己化妆，然后给自己选漂亮的衣服。因为越剧的妆我觉得很漂亮，所以我喜欢越剧。我长大了希望成为一个越剧的明星。我叫万子睿，今年九岁了，我来自南京，三年级四班。今天表演什么呀？今天表演头戴猪冠压病旗。是什么戏？什么戏呀？越剧。嗯，好。叫什么名字？越剧叫打金枝选段的。好，快去吧。子睿，你有个优势啊，你很淡定，很成熟，很自信，这是你最大的一个优点，而且唱得也很好。记住啊，苏老给你提个小小意见啊，走水秀
最多三下，不要一二三四五，影响你唱段了。下来以后，一、二、三，你不动了，该抖的哪是哪，你就该唱了。要不你就老唱，影响你的那个整个的表演，知道吗？你再试一下，抖三下上来。走，二、三，不动了。哎，这多好看呀！太聪明了，孩子。谢谢老师。没事没事，谢谢，非常好。你们家里有人会越剧吗？不会。不会啊？你爸妈妈会吗？就是我爸爸是，他很想学，但是呢，他就唱不好，老是会走音。然后呢，他就想让我唱给他听。哦，是这样的。那平常没事会经常在家给爸爸唱戏吗？有时候就是老师教完我以后，我就在家里练。然后你爸爸就听着，哎，给你，你爸爸就学着，是不是？嗯。你爸爸现在是不是特别崇拜你啊？嗯。是吧？你最崇拜的人是谁啊？越剧名家。我觉得是吴凤花和陈飞老师。哦，吴凤花、陈飞老师。是这样的。绍兴，像绍兴越剧团的哈。是的。那个吴老师是演小生的，陈飞是演小姐的。对。那你是愿意演小姐呢，还是演小生呢？我觉得小生花旦都一样很好。都一样很好。你觉得你朝哪个方向发展最棒？我觉得花旦。花旦、啊、花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花旦穿的衣服很美，唱腔也很好听。哦，是这样的。那吴凤花老师就要难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演员不跟我学，那怎么办呢？我也可以唱小生。也可以唱小生。唱谁都不难为谁。一下又变化了。哎，我看那个小片里说你特别喜欢化妆，是吗？是的。你是给自己化还是给别人化呀？我有时候就是唱歌，简单的演出时我是自己给自己化的。然后呢，有时候我会把婆婆当成模特儿帮她化妆。那你觉得今天是简单的演出还是复杂的演出啊？复杂的。所以不是自己化的是吗？因为我平常呢也自己老是化妆，我们俩交流交流心得呗。你都怎么化？我就先给自己画粉底，然后呢再画眼影，然后再画眉毛、眼线、腮红、口红、眼睫毛。哦，你是最后画眼睫毛啊？我的程序跟你不太一样。我是先画粉底，然后画眼影，然后画眼线，然后是眼睫毛，然后是眉毛，然后是嘴巴，然后是腮红。你要不要学学我的这种程序？可以。可以试试哈。对，我的程序跟你差得更远。只有粉底。我只有粉底。其实刚才这个子睿表演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这么小的孩子表演起来难度挺大的。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又要有唱腔。对。又要有音准。还要有味道。还有身段。然后还要有身段。您讲话还得有腰身。对。还得这个水袖抖几下都这么讲究。对。那中国的戏曲之所以它能够让人百看不厌，就是由于有这么多的讲究。对。就是由于有这么多的功夫，才让你越看越觉得戏曲有味道。对。是不是？太好了。那你这么棒，你今天除了戏曲还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了吗？今天我还想给各位老师唱一首《荷塘月色》。哦，是穿着这身衣服唱吗？嗯。哎，我们感觉一下。真有意思。这是什么样的荷塘月色？推开那扇心窗呀。
他刚唱头几句的时候，我还在想，哎，一点那个戏曲的味道都没有，就是那种普通的孩子在唱普通的歌。然后这个手势一出来，我觉得哦，还是有点那个意思的。其实子睿，那个最大优点，你小角儿劈死，将来是个好角儿。对，你很淡定，很沉得住气压台，这最难得了，知道吧？你一点不紧张，很自信的，哎呦，指到哪就是哪，这你的优点。继续努力啊，就有公主的那个范儿哈。对，有那范儿，感觉特别好。公主，公主，你会拿礼物吗？会。公主也是会拿礼物的。好的，请您移步到礼物台吧。淡定沉稳又爱美的万梓睿宝贝，受父亲影响学习了越剧，并凭借过人的天赋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得到了老师们一致认可，我们祝愿子睿今后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越剧明星。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大家好，我是王雨桐，我来自天津，我的搭档叫张一。大家好，我是张一，我来自天津宝坻。他的优点呢是文静，他的缺点呢是总生气。就是比如说这一个东西我们俩都想要，完了呢他就抢着了，然后呢我就给他了，我得让着他，因为我是姐姐。我长大了想当一名评剧演员，我以后的梦想是当一名唱戏的教师，因为我唱戏特别的好。大家好，我叫张一，我今年七岁了，我来自天津宝坻。大家好，我叫王雨桐，我今年六岁了，我来自天津宝坻。今天我们两个为大家演唱评剧《向阳商店》选段夸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中学生卖心态，丢人又出丑。
顺顺脉，白腿摆松绳，三手把手臂黑绳，我这小手我喊人去光换手，这是一场劳动手，还让步向你跑，为祖国平地起高楼。我特别想问问，讲的是什么故事？我不太明白。哦，向阳商店，你这个年纪应该看过呀。我没有。你不是50年代生人吗？他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就是过去呀、啊，有一些错误思想。对。这个姑娘呢，在向阳商店旧思想呢，认为这是瞧不起，伺候人家瞧不起。哎，他们俩的这段唱就表现了这个他们。对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那种爱。对，平常除了喜欢唱戏，还喜欢干什么呀？讲课。讲课。讲课。给谁讲课呀？评委。评委。给我们讲课。对，可厉害了。给我们讲什么呀？对呀、啊。哎，我讲的是安全知识。安全知识。我讲的是评剧课。哎呦，哎呦，那我们得学学呀。这咱俩都不会啊。对呀、啊，安全知识也不会。安全知识，老师学不学不管，咱俩得好好学。好好好，来来来，先学学民族艺。来来，我要做第一张桌。今天我老师，你的牙呢？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我错了。今天我们讲三个数，一个是110，一个是120，一个是119。报告老师，这仨数我都知道，我可以下课了吗？哦，不可以下课呀、啊，陪我们学一遍、啊，还得在这儿听。第一个是110，110，110是火警、嗯，我知道。老师，我回答110是火警，不对，不对呀、啊。110是警察。110是警察啊！看样子您也比我明白不了多少。比如说，大人没在家的时候，就我们自己的时候，小偷来了的话呢，我们要及时拨打110。哦，小偷来这个时候，小偷来了。120呢？比如说爷爷或奶奶。120老师我也知道，我回答一下吧。你说，请站起。我回答120是火警。嗯。啊、哦，又错了！火警呢？那错了。110是护士的号码。是护士的号码。护士？哪个护士的号码？哪个护士的号码呀？怎么会护士号码呢？是不是这样？就是每次李老师生病的时候，我们都要拨打电话120。你在说病？就是人有疾病的时候，这叫什么号码？叫什么号码？120。这个、是急救。急救。谁救谁？急救电话，幺幺九呢？啊，这个我知道，这是火警的呀，就怕你答了。这个对吗？对。对吗？这个答对了。119呢，就是比如说家里的煤气灶着火了呢，我们要及时拨打119。好、哦，知道了。火警电话，那我们考你一个好吗？对呀、啊。117是什么呀？哪有117？117是天气预报。哦，117是天气预报。对呀、啊，真有啊，真有啊。今天呢，我们的课就讲到这儿，下边呢有王雨桐来给我们讲评剧课。今天咱们要讲的是喜怒哀愁的课。喜怒哀愁。第一个是喜。喜。喜。小声的喜是哈哈，哈哈，啊。这是我们的。第二是怒。对，第三个。三个过了，过了。哀，一般小声的哀是怎么哀的？哎，没让您发哀这字儿，是让您做表情。愁，第三个愁。愁，睡觉。愁，哦。哎，这也是爱。这样吧，老师，我们四个喜怒哀愁都做了，给我们四个打个分好不好？嗯，先给前排第一位女同学打分，满分100分，您给出的是100，减99，100分，100分。谢谢老师。这个老师，他就这么淘气，您还给100分呢？这个老师，这个、学生那前排这位男同学得了多少分呢？99，99分，只比我少1分。我为什么？
什么比他少一分？啊，因为我前面回答问题回答的有点儿抢，急抢戏了。我是多少分？好，请给第二排的这位男同学打分，满分100分。宋小欢同学的最后得分是100分。我后边这位女同学什么都没做，你要是给100，我觉得就不对了。100分，全班最低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那我们都下去，再给他出个题好吗？我们都下去。他还想再得回这一分，你给他出一个题，如果觉得好，就还给他100，行吗，老师？好的，好的，请出题。这是什么呀？挨吗？这是挨。想想去掉一个最低分，马上就要被去掉了。哎呀，真有累嘞！赶紧给分吧，要不然就变成老师、啊，他现在多少分了？哎，变成窟窿了。100。啊！这个后进的同学终于赶上我了。什么后进？两位老师、啊，还有什么要教我们的吗？没了。那个我们学的这么好，作为班长，我替同学们提一个要求，可不可以，老师？你什么时候当的班长？我刚当的。那个奖励一下我们吧，两位老师，好吗？好。怎么奖励我们？我们给你跳支舞吧。跳支舞。哇，赵老师给我们跳舞哎。和张一宝贝虽然仅仅合作了半年时间，却在表演中展现出了十足的默契。他们当起小小老师来也是有模有样，即使碰到调皮的学生也能从容应对。希望两位宝贝能够发挥小老师的特长，向更多人传递评剧知识。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我叫张云天，今年6岁了。我喜欢看书，还会说相声的段子。看最多的书就是什么《福尔摩斯探案》啊，《福尔摩斯探案集》啊。我觉得福尔摩斯观察能力啊、检查能力啊都特别厉害，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厉害。爸爸妈妈有的时候给我说那个什么，他藏东西我找，但是我都能找到。我觉得我就是比侦探差那么一点嘛。我喜欢唱京剧，我想当一名有颜值的京剧演员。虽然唱戏很苦很累，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大家好，我叫张云天，今年6岁了。今天我给大家表演的是传统京剧《珠帘寨》。
晨相逢又团圆，关二爷马上扶三那弟，城楼怒发冲我冠，耳边响又听人呐，我一三通湖是面巾起装装威严，哗啦啦打拔了他梧桐过谷，关二爷提刀夸又安，哗啦啦打拔了二通过谷，人有精神马要还，哗啦啦打拔了三通湖，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一来是老二命该丧，二来弟兄得团圆，先你休回长安转，就在这下土坡祭你。张先生，我问几个问题啊，你爸叫什么？张解放。哪个单位的？北京京剧院。唱什么流派？戏派小生。好，把你爸请出来行不行？哎呦，这个这个就是勾出来了是吗？穿不了，穿不了。大家好，大家好，谢谢谢谢。哎，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儿子刚唱第一句的时候，爸爸在底下是这样的。然后儿子是这样的，那意思这粉丝你带给呀，这个父子俩之间的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最近你爸爸获了一个大奖，什么奖？梅花奖。第几届？第28届。你让你爸爸自己介绍一下，给你介绍一下好吧。谢谢谢谢谢谢。那个前段时间呢，正好是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是改制之后的首届。往年说实话得奖的就是30多名，今年呢进决赛的才16个，所以说竞争特别特别的激烈。全国的京剧就剩我一个了，其他都是地方戏，唯一这么一个京剧，很不容易，对，很不容易。因为说实话，咱们在北京的知道，北京。我们京剧院就像我这种实力的就有20多个差不多，超哥知道是吧？对，非常棒。我们京剧院呢，然后老艺术家投票投了两个人投到那个北京剧协。北京剧协呢是比如说北京京剧院、北昆、评剧院、梆子团各大文艺，还有北京人艺，各大都推2个，所以说又在20多个人当中再选2个。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渺茫，后来说剑锋你中了，非常兴奋。这是在借这个平台感谢各位领导同仁，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还有感恩一切吧，谢谢谢谢。我们还是想问他一下啊，你干嘛要学戏啊？你爸爸都拿了梅花奖啊，你就可以在梅树底下乘凉啊。你有什么目标吗？目标。那我要是是抹赛得梅花奖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记得我经常我排练，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正在排《狼牙山》，我演《狼牙山五壮士》的马宝玉，我在家背戏，然后背一段呢，他听2遍就能会，我觉得特别奇怪。你要不然你给大家来一段《狼牙山五壮士》的马宝玉的一段唱吧？好，好不好？好。备，起。莲花凤顶几时现，悬崖绝壁顶深渊，壮士众皆轻声似纵身，一跃傲苍天。
哎呀，起了，云天，有你这么爸爸，你觉得骄傲吗？还可以吧。得了，没夸奖的爸爸，他说还可以吧。因为爸爸还没得过诺贝尔奖啊。嗯，又还诺贝尔奖？诺贝尔要是有戏曲奖的话，那希望你爸得奥斯卡奖呢。你想得诺贝尔奖吗？啊，我就是想得。哦，那你要加油了。那你就除了戏曲之外，你还得会好多东西才会得诺贝尔奖呢。啊，你还会什么？还有什么才艺？他在犹豫说不说相声。说呀，对呀、啊。你主要今天看到李老师了哈，崇拜的李老师了哈。你会说相声吗？会说哪段啊？会说哪段？那叫什么醉酒？哦，醉酒。醉酒。你把李老师请上去，给你把李老师请。赶紧请李老师，斌子过来，请李老师。看李老师。你真想说呀、啊？我这段我还真没跟别人合作过。这可厉害了，你这录捧逗了，这是。啊。咱们达成一个协议啊，今天我帮你说段相声，哪天你教我一段戏曲。哎，好。怎么样？明儿你教我一段西派啊，好不好啊？行，那咱们先说这段相声叫醉酒是吗？来吧。一天啊，我和我一朋友都喝了两碗二锅头。哇，还会喝二锅头呢？哎呀，他醉了，我没给醉。哦，你没醉。然后他就突然打开手电筒，那光柱，喷出去了。哦，一个光柱就打到天上去了。他说。让我从这个柱子上爬上去。哎呦，那肯定是喝多了，他让你顺柱子上爬。那你呢？我就说，我要从这手电筒上爬上去。啊、嗯！你把手电筒一关，光柱没了，我掉下来。挺好的，自己一个给总结了。对，不错，基本上没怎么用过。你要不要来点黄梅戏，让侯老师给你捧捧？不，我得学个表。那我能回去了吗？可以吗？不白跟你合作啊！来。哦，有什么礼物啊？糖果。我这个一般吧，都不给他们，你知道吧？你看，不白说，是吧？下次再学一段正经的，咱俩再合作，好不好？约定明年，你再唱一段戏，然后再说一段相声，我还配合你，好不好？嗯，太好了。哇，太好了！还除了糖之外，还有礼物。除了糖还礼物呢？还有礼物。再来，还有一个大礼物呢。自己挑个大礼物去。快去。机智过人的张云天宝贝，虽然从小在父亲的光环下长大，但他并未因此有半点骄傲，而是比普通的小朋友更加谦虚，更加努力。我们相信，聪明又踏实的云天宝贝将来定成大器。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大家好，我叫徐二蕊，今年十岁了，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我是唱太康道情豫剧的，我学戏学了2年，我除了喜欢唱戏，还喜欢跳舞蹈和弹钢琴，我特别喜欢吃，我是个小吃货，好多好吃的我都喜欢吃，比如虾，还有汉堡，烤鸡翅，喜欢吃的水果呢，火龙果，芒果，还有好多好多。我最喜欢的明星是迪丽热巴，因为她很酷。我长大了想当一名演员。大家好，我叫徐二蕊，今年10岁了。我来自河南省太康县，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太康道情王宝钏。
去上船，多谢苍天垂下，我还要守护十八年，我还要守护十八年呐、只说是苦，难呀难呀难，难也难苦呀，不料成来这也行，难呀不来这也行，太康盗琴是国家级非遗吗？知道。你们的太康盗琴啊，不仅是国家级的非遗，而且是稀有剧种，只有在你太康那儿才有这个剧种，知道吧？天下一团，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很多的孩子去熟悉它，去知道它，还有人站起来把它传承下去。传承下去，对对对。一定好好跟你老师学啊。二蕊，因为像你这个年龄啊，学这种盗琴的这个很少了，一定要传下去，因为你有这条件，扮相那么漂亮，唱的又那么有味道，是吧？你会唱豫剧吗？会。也会啊。也会是吧？你把豫剧再来一下，我们听听看它的区别。唱刘大哥讲话吧。好。好。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发面，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有那个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把我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盒扇，千针万线呐、都是他们的脸呐、但我觉得还有点那个太康盗琴的味儿，我觉得是吧？你把那太康盗琴真的唱好吗？刚才这豫剧唱的也不错，但是相比继承起来，会唱太康盗琴的人可能不多，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担当一把，好不好？好。好。你还会什么？我还会跳舞。你会跳舞啊？跳什么舞啊？跳爵士。啊，爵士舞。哎呦，反差那么大呢，是吧？要换衣服吗？要。要换衣服。那换衣服，我们等着看你的爵士舞，好不好？好。好，谢谢。Just like that.
心跳。我觉得这样他们跳点舞蹈有好处，形体协调性比较好。对，再放慢整个太僵化也不好，放松一下。我们平时讲的松紧松紧，这样对孩子也有好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艺术之间有很多相通的东西。对，对，是吧？如果你就是掌握自己喜爱的那个艺术，其他艺术都不知道，哪来的借鉴？对对，哪来的融合？是吧？要闭塞。对，就太闭塞了，我觉得不利于本民族艺术的发展。但是他刚才唱那道情和这个街舞比，我觉着我还是更喜欢他唱那道情。对，特别是里边有一个代表性的那么一个技巧。什么技巧？就是那个我认为、那个、对，我认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唱道情的。你别看着我。不是，我不是看着你。我就是咱俩比，比如说我要是学一句唱啊，你带带嘟噜的那个，你能不能教我们两个人一句？那呀那呀那那呀那推呀不了城来这一二线那呀得哎这一二线得那呀嘿那呀嘿这一二线呀得得那呀嘿嘿得得得得那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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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嘿得你来了。李老师，您是在炫技吗？哎、不是不是，我就说那你跟人家老师学这个道情啊，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我不配学这种国家级的非遗。你试试呗。你怎么弄？不是你把舌头张开，你那个这样怎么打嗝？放松是舌头，你得把对，把舌头对，教我一下。您自行车那个好，那个来电话，来电话，给我十年时间，我先练一下。今天正巧两位女士都不会嘚儿，真的。哎呀，行，将来找一机会我们学学这个太康道情，好吧？你当老师啊，这个等杜月老师呢，把这个嘚儿学会了以后，我们一块儿到河南去跟你学戏啊。好，拿你礼物吧，去拿礼物吧。等我学会了，你再拿。徐傲蕊作为太康道情的传承者，引起了老师们的强烈关注。好的艺术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和继承。而傲蕊宝贝现在所做的就是一件光荣并且意义非凡的事，希望这门艺术能在傲蕊的传唱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和喜欢。有请下一位宝贝亮相吧。大家好，我叫姜子元，今年十岁了，来自黑龙江哈尔滨。我从四岁半开始学戏，学了五年半了。然后我来北京上学，通过一个考试。我在这边一共要上六年。我姥姥在北京陪着我，就是再陪一年她就不陪我了，然后就什么东西都得我自理了。因为我妈妈不在我身边，所以我很想让我妈妈带我出去吃顿饭。我未来想当一个国家一级演员。大家好，我叫姜子元，今年十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传统京剧《上天台》选段。好，thank you.
叫黄兄宝的乾坤，对呀是臣帮败家救好地。我这儿有你一个小秘密，你想知道吗？啥呀？啥呀？马上跟刚才那个神气的样儿就不一样了啊！咱看，先看一段视频好吗？好。哎妈！姜子元，那是谁呀？那个是我小时候。你唱的什么戏呀？那是。我也不知道我唱的，我觉得他没，我感觉他好像始终在那儿在哭。对，我也觉得。那你现在啊，你学戏学了几年了哈，也会了不少段子了。你通过你对自己的了解以及分析，你觉得当时可能唱的是什么戏？我可能是跟着那个电视里播的是那个《红灯记》。电视里播的《红灯记》，大概还能想起点什么、啊。姜子元，你看中规中矩的，一招一式的。对，小时候嗓子就好，别看你那啊，没不知道唱什么字，他音准特别好，出来了的感觉。谢谢老师。哎呦，姥姥陪着你在戏校念书，对不对？对对对。那姥姥今天来了吗？姥姥来了。那你去把姥姥请上来好吗？姥姥亮相吧。姥姥，您是一直陪着她在学戏是吗？是的。学了多久了？应该是从4岁半。但是刚才咱们看那个小片儿，那个时候她还不到3周岁。等于那会儿她根本没开始学戏。没有，只是听见大家唱。对，然后她就手里拿着一个什么东西。铺沙发靠背用的那个帘儿。那天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天就特别兴奋。唱了能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嗓子都唱哑了。在啊，最有趣的是什么，光唱还不行，他姥爷不是在那儿拿着琴吗、你告诉姥爷你拉胡，你还得给他伴奏。弄得他姥爷找不着调。姥爷也拉了一个多小时。我得问个尖锐的问题，姥姥，他平常学戏的时候刻苦啊？非常刻苦。说起来吧，我心里也是酸酸的。因为把他领上这条路吧，是我们夫妻俩。他小的时候吧，领着他去，他在坐在文武场旁边，他就不烦。一般的小孩坐到文武场旁边，该烦呐，早出去了，闹啊，他不闹，他瞅着那个打鼓的，他觉得挺有意思。然后人家唱的时候，排戏的时候，他也能看，能听进去。后来呢，他姥爷就教他几句唱，唱的不跑调。后来他姥爷说，好像这孩子将来在这方面能有点发展。我们就这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一点一点的，一开始他姥爷带着，后来就把他送到哈尔滨京剧院张建生老师家。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还怎么说呢，就算
领上道了吧。好像我看资料好像他还取得了点小成绩呢。他去年在那个小梅花全国小梅花业余组里边得了个十佳。哦，哎呦，这不错了，十佳。其实你知道这个，我发现这个隔辈人啊，对啊，容易把那个比如不是自己的孙子呀、外孙子呀、孙女外孙女，容易给娇惯的什么都不会。哦，你看这个姥姥姥爷，我就觉得他们值得我们点赞。哦，为什么这么说呢？谢谢。你看我们的传统艺术，对，如果没有从小的熏陶，对，是吧？如果没有你们的影响，我相信这个孩子不会这么喜爱戏曲。对，是的，是的。而且您这个引上的这条道不是瞎道，不是邪道，是一条正道，是一条光明之道。光明之道。说得太好了，谢谢。子源，你有什么话要跟姥姥说吗？姥姥，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和关心。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努力孝敬您的。好，谢谢宝贝儿。只要你有所成就，姥姥就高兴了。哎呦呦呦呦呦呦，紧紧地抱着姥姥。这个孩子不仅智商高，情商也很高。对，小康老师他也激动了。因为学戏的孩子不容易。是，学戏很辛苦，很辛苦。这条道上走啊，还有好多好多的坎坷。对，是。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姥姥姥爷，这孩子一定会走出个模样来。我们为他鼓掌，谢谢老师，谢谢姥姥，也请姥姥先休息一下，我们单独给子源一个小小的福利啊，您先休息一下啊。子源是这样，您看啊，今天大师就在这里，单独大师指导你的机会要不要？要王文端老师是我们北京戏校很有出色的一个老师，好好学，孩子祝贺你，真的祝贺你，很棒。谢谢了，谢谢了，谢谢。那既然你表现那么好啊，唱的又那么好，那你可以去选礼物了。成熟懂事的姜子源宝贝从小就热爱戏曲，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进行专业的戏曲学习。小小年纪能取得如此的成绩，除了过人的天赋，更多的是刻苦和努力，当然更离不开姥姥和姥爷的牺牲和付出。你们俩到底喜不喜欢我？不喜欢。给个面子，这么多人。你帅。我帅哦。小天马，我老了，不能唱戏了，都遭殃了。天伯父。